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昨天没有出车，跟我老公去店里头把店里头那个东西给弄弄，该处理的处理，该拉回来的拉回来，基本上已经弄好了都。今天就等着，我老公去店里让人家把东西拉走就结束了，就也收拾干净了。因为店小也没啥可收拾的，今天就正常了，我就正常出车了，看看今天怎么样吧。看看我这分儿，昨天一天没跑还涨了三分，之前是240吧，现在243，我都不知道为啥涨呢。都哇塞，这个单大，这真是来不及抢都被人家抢走了。现在在通州呢，刚跑了三单，没有单呢。5077是您吗？是5077是我，我没微信上吗？滴滴，叫了滴滴。滴滴到银河售后的。哦，哪里啊？有吗？哦，坏了，我可能不小心点着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你取消一下吧。要不你走两步，然后给我那个什么掉一下，那就不对，你走两步帮我结算吧。行，好，你看看，你要是能取消取消也行。你走两步吧，麻烦您过来了。你走两步帮我结算就可以了。好，再见啊。天哪，这个乘客太好了。我都不好意思给他划计费，他让我划了计，我到了给他打电话，他说我没叫车，然后后来不知道说了啥，然后他说你给我划了吧，走两步，我给他走两步吧，走两步就走两步吧，走个起步价，他说感觉挺不好意思的。哎呀天哪，所有的乘客都跟他一样，那真的世界和平了就，这种乘客真好。真的太好了，他可能是，我估计是可能是叫车的时候同时呼叫的，但是有可能已经坐车走了。唉，真的太好了，这个乘客，给他划了。10.05元，太感谢了。真的太好了，这个乘客真的是我跑滴滴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乘客，一般乘客都是一接通，你取消吧，我没叫车，你取消吧，这个乘客真的太好了，点赞。他能理解到司机就是大老远来接他，他觉得不好意思。又来了一单。吃饭时间到，强制休息了。1:09去吃饭去，看到没有，旁边就是峨眉酒家，但是不敢去呀，还是去找烤冷面去吧。今天吃的比较简单，买了一个茶鸡蛋，两根香肠，本来想买米饭的，他那儿有快餐，完了没菜了，就剩宫保鸡丁，没买。我这刚吃完，滴滴一单给我派到了西北望，是让我过来喝点西北风吗？是，这儿连个单都没有，我真的我特别害怕来这边，65辆车，5个订单，这真的西北风这都喝不着，还得空跑，往回跑吧。现在4:28了，我在中关村这儿设置了一个顺路听单，这给我顺到这个月坛这边去了，待会儿就顺着就回家了。我到这儿我就设置了一个超级顺路，今天跑的太惨了，8.2个小时，21单，373，还有10块钱过路费，里头一共跑了363块钱。拖后腿了，今天我现在堵车，哎呀太堵了，
但是也不想跑了，回家了。现在都天都黑了，我现在就上二环直接回去了。今天不用接孩子，也不用做饭，但是就是跑的有点不好，就这样吧，明天再给他来真的，明天好好跑一天。今天中午给我老公打电话，店里的事儿已经处理干净了，然后他跟我说下午他去接孩子，然后晚上他掌勺。我今天回家可以吃到热乎的饭了，不用做饭了，挺好的。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哈，我先回家了，拜拜。